小姐，可找着您了，求着您大半天都没回，我可急坏了。王后，您当……好了好了，你急着出来寻我，可是有何要紧之事？有信来了，是表少爷的信呢。 可知本上福因何将你四人召来，一起见一位新人？柳上福，难道他便是姑苏织造亲自推荐的那位？这么年轻就得了姑苏第一的名头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
人才，我们四世房可是虚位以待了。往年新人进来，本上府都是根据各房的工作安排为你们增添人手，不过如这般人才自然又另当别论。你们几个别光看着，有什么想法不妨说出来。司仪房掌保管纳储之责，新人便已够用，属下就不来凑这热闹了。既是以真功见长，能让其发挥所长的不是司制房，便是我们司事房了。亲戚的这话倒是将我们司制房给抛在脑后了。织染这种事，何苦由姑苏第一秀去做，岂非大材小用？秦姐姐此言差矣，织造以衣料为本，这无一流的衣料锦罗玉衣从何而来？你说对吗？司之大人所言有理，不过衣料固然重要，珍宝珠玉若是配合得当，亦是点睛之笔。
为天家做事，理应同气。刘尚福说的是，属下知道了。那么萧四之门，你有何想法？属下但凭刘尚福安排。好，现下当着四房主事的面，不妨说说你的想法吧。大人容禀，如尚福大人所说，尚福局一局四房各有所长，无论选择哪里，我都会受益匪浅。鱼我所欲，熊掌亦我所欲，二者不可得兼，唯有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知选择，明舍，你年纪轻狠，我自幼痴爱针线之事，得以受织造大人赏识，亦是刺绣之功。然专精之道，其修远矣，因此我希望能够加入丝制坊，继续钻研刺绣之道。丝制坊，尚福局一局四房虽是平分秋色，但尤以丝制坊的手艺最为挑动天工。你若你能顺利通过考验，本尚福不仅会如你所愿，还将提升你的品级，如何？属下愿接受考验，但凭刘尚福吩咐。尚福大人既有考验之意，你即日常前往晋升吧。是来参加晋升考试的。古代刺绣多为女子所做，故而又称为女工。只要有了针、线和布，女子便可进行刺绣。苏绣、蜀绣、湘绣、粤绣，四大名绣各具风格，历久不衰。其中较为出彩的双面绣，可在同一块绣布上，一针同时绣出正反色彩。你若是准备好了，那便开始吧。四大名绣不包括下面哪个？绣的是十字绣，以下不属于刺绣三要素的物体是什么？不对，应该是剑彩是。在同一块绣布上，一针同时绣出正反色彩一样的图案，是什么绣法？